今天想来挑战一下间谍加加酒，安妮啊，看看凭我的技术能画得怎么样。最后敲定了这张，马上安排。画到一半就觉得超难，尤其是眼睛的部分，我有自觉，看来没办法画得很好了，这代表我的画技要继续加强。接着做最后的微调部分。最后就是画字样了。终于完稿，大家觉得画得如何呢？我个人认为还有待加强很多，如果有画画比较厉害的网友，可以给我一些意见哟。